SCTV6, phim 360, phim mới trên toàn thế giới.想回家就回家，不是，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我刚刚打人了。我也打了呀。这是买给我的吗？那你像不像？真没想到你竟然会打架啊。我也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不知道啊。本来还以为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，结果又被我搞砸了。不用在意，他们总是会盯着你犯错的时候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想给他们一拳，一直是我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。所以我要谢谢你。这样活着真累。是啊，我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叫千一练琴的时候，感觉他除了失忆，就那么简单吗？我判断不了，你现在不要问我这个。这是千一啊，你会判断不了？他手指很灵活，他很多细节就像不记得一样。像这样跟人打架，我从来没有见过。所以，你觉着？我觉得，他失忆了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是最担心他的，好吗？哎呀，算了。爱情啊，让人盲目。我们要救千一出来，千一就要被毁了。他需要你救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问你，我该怎么办？就眼下的情况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试着先放手。
回来了吗？我跟倩怡啊。对。倩怡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？怎么了？你自己看。哦，你还笑？哎，姐，我今天真应该跟你一块儿去的。去哪儿了？现在光山肯定是不行的，视频传得很快，公关稿我已经让人再写了，一会儿就发给您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周末还要让您亲自处理这种事情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都是应该的。我太厉害了吧，我可太有面了。姐，这是一个人吗？我都有点不相信。别看了，因为这个视频我头都疼了。你说，为什么男人都喜欢他呀？姐。喜欢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，挺累的吧？我在忙啊，没空想这个问题。你是一直想不通这个问题，所以才让自己一直忙着的。臭丫头。让你笑我，让你笑我，我错，我容易吗？我错了，哎呀，我错了，哎，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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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了，佑泽那一拳蛮帅的。女主角要是我就好了。是，帮我定一个3个小时的闹钟，我要睡一会儿。好，记得。嗯，在现场跟我们讲讲怎么回事。我不知道，不关心，都别问我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我是第一医院心外科医生宇航，我想预约一下钱医生的时间。宇医生，钱医生，请回，里面请。好。谢谢。早就对钱医生的大名有所耳闻，感谢你抽出时间见我。哪里，你才是远近闻名，年轻有为。怎么，这回来是为我的两个病人而来？是，千怡和佑泽，他们一度啊也是我的病人。哦，也是巧了。先生，您别误会，我不是跟您抢病人的意思，我只是有一些疑惑，想请您帮我解答一下。你说。我想问一下，罗千怡之前有没有什么过敏的病史啊？这个涉及到病人的隐私，我们无法透露。那我跟您直说吧，
根据病历显示，罗千亿之前并没有任何的过敏病史，但之后他却体现出来强烈的芝麻过敏。这个案例您不感兴趣吗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他们去日本之前分别在您这儿进行过一次全面的体检，虽然时间有点久了，但我想知道罗千亿在去日本之前有没有留下什么化验样本。于医生，你的要求是不是有点过界了？这些东西你能伸手问别人要吗？霍先生之前提醒过我，说你对罗小姐有一种特殊的执着，我现在算是开了眼界。霍耀泽找你，你请回吧。别叫你了，事情我已经大致处理过了，可能处理的没你好，但你也不用太担心。哦，啊，好困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事情会闹那么大，要让你们处理，你知道就好。不过也不只是为了你，谁让有的人一把年纪了还犯傻，跟个男孩一样。那我现在能做什么？你现在最好什么都不做。还有柚子，你也别回公司了，现在是所有人都喜欢凑热闹的时候。你们两个最好暂时在这个世界消失几天。走了。哎，不让我上班，我该干什么呢？我其实可以在家里面宅好几天呢。要不，我们出个门？去哪儿？把手机关了。孙磊说了，让我们消失，我巴不得。关。知道我们要来吧？没说，带你看看。嗯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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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老师要提问了啊！四分音符，每一小节有几拍？星星，星星。你在看什么呢？是千影姐姐。千影姐姐，千影姐姐，千影姐姐，慢点，慢点。千影姐姐好漂亮，来啦！姐姐，千影姐姐，坐坐，千影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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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同学们，安静一下。贺总，您这次来我们也不知道，什么准备都没有。不用准备。那您这次来是？我们就是临时想过来看看。对，打扰你们上课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关系。哦，贺总，那这样，我现在马上去拿我们的最新规划。贺老师，您先去上课吧，我们不着急走。哦，那好，那我先去上课了。好。这里虽然小一些，但是比外面要卫生方便很多，你们看可以吗？挺好的，谢谢何老师。那不打扰你们休息了。辛苦了。没事的。我打地铺。还是我打吧。哎，我来吧。累一天了，先去洗漱吧。你先吧，我时间比较久。我哪有那么久？我得换药。对不起啊，我很快的。泽，你还好吗？弄了很久了。我快好了。要不我帮你吧。这是伤口愈合的哈。嗯。按一下。嗯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其实你的噩梦并不全是噩梦。怎么突然提起这个了？这件事情在我心里憋了很久。其实当时我们在雪山上吵架了，因为你知道了，我一直都知道你和齐帆的事情。所以你想跟我分手，我很害怕失去你，所以我的情绪比较激动。不要离开我，我想拉住你，
但你拼命想逃开，我离不开你，不要放手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千一。然后呢？然后发生了雪崩。如果不是我，你就不会出现在那儿。你恨我吗？说实话，不恨，因为你跟我说的这些事，对于现在的我而言，就跟没发生过一样，所以，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算了，都过去了，我们人都会犯错的，不是吗？我现在不是好好的。没事了。这件事起因是由我出言不逊，挑拨罗千叶小姐在先，事后不加反思，不加控制，信口雌黄，给罗千叶小姐还有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名誉损害。在此，我表示诚挚的歉意。这件事责任完全在于我个人，与公司无关，与罗千叶小姐无关。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明佑集团。支持明佑集团的公益活动。我要幸灾乐祸，我帮你剪一下。表现不错啊，责备的挺快的。是，特别不好意思。知错了。嗯，知道错了。那个黎恩有意找事很久了，你就长点心吧，啊。我需要你帮我留意一下宇航医生那边，可以吗？孙总，您不辞退我吗？只是，可能你要受些委屈了，不过这是你不应该受的，我会补偿你，你自己把握了。做的厉不厉害？你不送了我啊？我不掩饰对你的注意，无法自拔的陷入爱里，有种莫名的情绪压抑，压抑的不能呼吸。真实存在了。
坐一下，来，去那边坐一下。走，我扶你。被吓到了吧？逗你呢。传球。心跳在同个频率，真的默契。我需要你。应该快到了，累不累？还行。来，终于到了，不错嘛。哇，学校。哎，你看着学校这些，是不是很有成就感？后悔没有早点来看看。以前我们没来过。七彩计划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。那时候真的是想家想到不行了，国外夜里又没有外卖，我就在厨房找了面粉，想做个馒头吃。然后呢？根本发不起来，我就觉得很对不起那些面粉，就硬着头皮把那头东西全吃了。为什么一定要吃馒头啊？就因为想家？非常想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后半夜的学校，跟白天真的很不一样，特别的安静。唉，真羡慕你，有那么多事情可以说，我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其实我越来越觉得好像忘掉一切并不会是件坏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有忘掉了过去，你才能放下过去的包袱。七彩计划以前对我而言是责任，是荣耀，卡勒嘎拉是慈善，但是也掺杂了一些别的东西。什么？我为了给我机会，其实挺累的，但是又不敢说。不会也是因为我吧？但好像其实很简单，就像现在这么简单。现在的你就好像是一份祝福。今天心情还挺多的。
周末了。怎么了？去河边啊。河边玩吗？吃烧烤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去吃烧烤啊！走啊，走啊。好好好，好了，我们好了。哥，哎，你先帮我帮你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马上起来了，起来已经。那你快点啊，咱们都快穿好了。孩子们真可爱。有没有想过，等这次活动结束后，我们索性搬过来住？啊？这样，你以后就不用应酬了。干嘛？瞧不起我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在想一个办法。就算你想不起来拉小提琴，就算你不参加卡拉嘎拉的活动，也不会让他们受影响。但其实，如果是为了守护这些小天使，就算让我再多背几个人名，再多去几次应酬，我都愿意。你就做自己就好了。我觉得你在这里更有生命力。嗯，真的，感觉有一份安心。嗯？如果那样的话，你的工作怎么办？我退休啊。退休？别开玩笑了。我认真的。我愿意让孙磊来坐我的位置，公司交给他我也很放心，我们俩就搬过来，就过这样的生活，怎么样？那你舍得吗？我在意的是你舍得吗？恢复记忆以后怎么想的我不知道，但现在我绝对超级超级超级喜欢这儿。那就这么定了，等我回去就处理这个事情。拉钩。拉钩。盖章。是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你，会大笑也会骂人，有爱心也有勇气，尤其喜欢你，孩子们喜欢你，我也不可自拔地喜欢你。我知道我又一次陷入了错误的爱，但既然上苍给了我又一次幸福的机会，我会不惜一切守护他。原来睡着是这样的。
那我们走了。还会回来吗？当然了，很快就回来，对吧？嗯。给你的奖品，是欣欣让我送给你的。那行了，我们走了啊，拜拜。这味道怪怪的。嗯，哪里怪了？怪甜的。喂，霍总。不好意思打扰你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没事，您说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有一个说是给你和罗小姐看过病的宇航医生来访。他无论如何都要拿到罗小姐的一些资料。我拒绝了，但是他说。你答应过他。你可以吗？宇航医生也是为你好。哦。没事的，您可以尽力的配合他。宇航医生和千一是好朋友。好的好的，那就不打扰了，再见。我答应过宇航，关于你的病情，只要他需要，我都一定会尽力配合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啊，那天去医院复查伤口，正巧碰到他，聊着聊着就说到这个事情。没想到他这么执着。这段时间。他确实帮了我们不少，只要你信任他，我就信任他。但是，宇航医生太优秀了，所以让我有压力。正是，能见一面吗？是宇航吗？哦。如果你有需要，可以去找他，我不介意。嗯？那好吧，那我就去见一下他。再来一块儿，给。去吧，我在车上等你。你不去啊？我怕我去了，宇航医生会不自在。哦。哎，等会儿，把这个带上。不用了吧？你现在是名人，上过热搜的。哦。好了。走了。嗯。既然我跟他是朋友，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，我一定不会推脱的。